林克打 PT， 马老师打小可乐。这个对局的话一样，怎么去接近？你杰尼龟虽然说他接近以后的这个力回很好，但是怎么去接近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像这种拳脚诀的话，马老师都会去用道具去一直跟你牵制，去卡一个 spacing。对 ，OK， 看这个手边，哎，漂亮，这个空前抓到了，哎，这个 DA 还持续手边轮，哎，被破掉了。OK， 空，这个横臂一个猝不及防横臂给马老师打出去了，换了妙蛙草。哎呦，这个还是手边，还在被手边，这个炸弹要小心啊。OK， 怎么回场？哦呦，真敢啊！脱手攻击的一个上板，啊，攻上臂出盾。OK， 换了喷火龙，是不是想用喷火龙去拿击杀？喷了个火，有点不理智啊。啊，这个可惜了，这个杰尼龟距离有点不够。刚才那个抓其实是读得很对，但是距离有点不够。OK， 这个帧数上的优势断了马老师的一个空招。哎呦，漂亮！哎，这个可惜了。想去换一个妙蛙草，然后继续去拿一个击杀，但是他的那个无敌时间还是没卡对，卡的还是不够。OK， 一直在用这个飞叶快刀，啊，又被打到了，还是马老师优势轮。哎呀，对这个你回来的这个路线了如指掌。具体依旧没有一个角色可以去突破马老师的暴击组成的一个立体的防御。主要的话还是靠走盾，其实你打道具诀通用的一个策略就是走盾。嗯，但是马老师太强比一般。对，马老师他很强，好太多了。是，哎呦，换喷火龙，哎，可惜这个没抓到，这个现在到了上头的击杀百分比了，所以其实这个喷火龙杀感觉还是挺容易的，一个横气就可以杀，然后你盾的话，我上头也可以杀。啊，先把炸弹扔出去，讨厌的炸弹，可乐。又是炸弹的回肠，哎呀，这个空前被封了，哎呦，啊，上头终于杀掉了，哎，马老师他这个对喷火龙这个落地判断有一点稍微不对，哎，好，这是个机会，手边着急了，哎呀，差一点，哎，死掉了，啊，这个喷火龙体积有点大哦，没想到这个头杀竟然成真连了，这个上头和接上替，下头接上替应该是。啊，刚才又是抓没抓到，哦哟，马老师这个等了他的一个空闪，续了一个满的 smash。OK， 哎呀，又是一直小可乐一直在用这个帧数去跟马老师抢招，哎呦，马这个炸弹的位置马老师记得很清楚，又来到了一个手边，这个手边马老师这个手边真的太强了，小可乐在这个手边上吃了无数的亏了已经。OK， 啊，两个人都开始扔道具了，这小可乐 OK， 啊，这个盾漂亮，手边来到一个手边，能不能把这条命拿下来，这个手边怎么守啊，可惜了，还是让马老师翻过去了。OK，炸弹现在百分比已经很高了，这个再摸一下就死了。要换喷火龙吧，这个炸弹可能要出事儿啊！啊，还没死，现在到了林克的一个上头的一个击杀百分比了，马老师在找头，还没到上头百分比，还在手边。哎呦，差一点，这个上气啊，喷了个火，但是怎么办，现在这个上头要死了呀，小可乐，哎呦，想用空间去覆盖一个跳跃，但直接攻击上板给拽下来了，给马老师，哦呦，这上头应该死了啊，马老师这是1-0，前面是小可乐已经被干了一次了，是吧？对，这次换回了主场，
放回了宝可梦。小丑乐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皮图这张图，如果你在第一轮搬选的时候把它搬了会非常不爽。这张图大呀，综合来说这张图非常的均衡，长度很舒服，两边的距离也都很舒服，还有两块板子可以辅助。我小丑来是收尾纹，收一旋的板子，直接就接上臂了。他其实还可以再接两个空招，然后再上臂。不一定熟，哎，哎呦，直接就被带走了。这个落地是一个不安全落地。正来说是空翻还是蛮强的，但是毕竟是间角色，可以后撤步来打 S 打 T。该换了，真的该换了。近身战意外的不占便宜。高速直接居然打林克，可能还是他熟练度太低了，硬拿出来玩。不过对于比赛来说也是一个大胆尝试吧。对，毕竟乌龟能练的练得着太多，所以是需要大量训练。哦，可以，这个空前打得好。哎，死了，非常漂亮，完美的飞一快刀，刚好打掉林克的炸弹，完美拦截了。二次抓了吧？哦，没有，他是锁链拉住了，但是没有上去，所以不能算。我靠！哎呦，真大胆呀！所以正好回来。伊勒马老师也做了一个不安全的选择。他炸弹怎么拦截？地兽，哎，没有做，但是没有交上臂。喷火龙的多段跳跟其他角色不一样，可能记错跳了四次。好像是跳三次吧，我没记错。喷火龙是。林克的 jab 加强了一帧以后。抢针稍微强了那么一点，但是小丑已经秒胜于无吧。好看，很像。哎呀，可惜没接到。马老师这个 combo 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可能他，我觉得他可能是想，哎，失误，抢针失误了。这个是真的失误了。那这样的也许有戏，知道是用喵蛙草一类的角色稍微的早一扎，也许有戏。哎，前提是又是这样的，哎，现在空翻落地，但是拉开距离了。对于手长的角色来说，喵蛙草这个攻击距离并不是特别的优秀。Z jump 抢针空后打一个脚硬直，然后一个横踢打走，林克非常帅气的一套 combo。哎，还没死 ，DI 回来了。再怎么处理炸弹？哎，这回真死了！这回真死了！